相声《爱情传奇》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等会儿，等会儿。谢谢吧啊！好几个大老爷们喊爱于老师。哦，谢谢，受累了啊！就没有一个女的说喜欢我的是吧？瞧你们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谢谢吧啊！天儿也不好，大伙儿还能四面八方赶到这儿来听相声，不容易，好几千人啊，可见你们是多爱听相声啊，喜欢呢，谢谢吧。刚才是刘鹤春和刘哲，对，比较杨乃武写状，是让他们下去休息一会儿，我们哥俩跟大伙儿聊一聊，哎，其实都熟悉，郭德纲，吕编，哎，聊，哎，行，哎，别说废话。把晚饭说说，我们两个人从2005年，您给我证实一下。对不起，说话嘴里不清楚啊。吕编，哎呵，因为我们从2005年没听说，咱不能瞎说，就是不合适，都这个岁数了是吧？啊，你今年是43，43了，我比我你这不有大20岁啊？这个。你先等会儿吧，我比你大20岁，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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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岁也不行，哪有这么虚的？虚是40，你也没上过，你比我大3岁，是我39，到啊，就这样吧，我都不抬杠，抬杠比打分更多。我也快40的人了，是不能瞎说了。老话说得好，40不惑，没错，40就不让霍霍了啊。40之前也没让霍霍啊。这么些年来，靠着大伙儿的支持，一步一步走到今天。是站在舞台上看着各位，我大心里特别的高兴。是有的是哥几个一块来的，有的是小姐们一起，有的是一家人一块儿，哎，有的是带着老婆，有的是带着别人的老婆。还有这个，带别人老婆的请举手。我还真有了。哎呀，谢谢你们的坦诚，注意安全。可不是注意安全吗？出门人打了我都管不了啊。时间太乱啊，什么话？挺好啊，对生活要有一个乐观的态度。哎，另外呢，生活中会有种种的不如意。哦，最重要的是坚强。是啊，曾记得法国有一个大发明家叫约瑟夫。约瑟啊，1872年他发明了机械风扇。哦，比拜伦的那个技术提高了一块。嘿，我不知哪个是这方面专家。1872年，法国的发明家约瑟夫曾经就这个问题提出过。他说生活是非常坚强的。哦，如果你不能坚强，请把这两个字翻过来。强奸。别说了啊，别说出来也是这么回事儿。约瑟夫教导我们。约瑟夫说这，约瑟夫嘛，你看一看就不上学的人啊。你知道约瑟夫？约瑟夫嘛，发明家，俩儿子。好，大的叫约架，二的叫约炮。您别胡说八道。但是不管是不是他说的，生活第一需要坚强，第二需要的是乐观。这是有道是家和万事兴，这都是老话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在后台看着谦哥，带着孩子跟嫂子们坐一块儿，我打心里边。你先等会儿吧。真行啊！这别想了，嫂子门呢？嫂子倚着门呢。干嘛还得倚着门呢？倚着门，这掖着手绢，这嗑着瓜子儿。没听说，什么形象这儿？我今儿也不怎么那么高兴。谁高兴？今儿你们尽量晚走会儿，我愿意多说一会儿。今天你呀、啊，哎，今儿您是很高兴。我说这事儿，生活就是这样啊。天天在后台，我甭跟别人聊天，就跟德云社这帮说相声聊天就很开心。那是、啊，每家都有一本故事，不一样的故事。哦，我们有一侯震，你都认识吧？侯震大伙都知道是吧？啊，认识啊。侯宝林大师的长子长孙，对，我师弟侯震，说话嘴碎，像话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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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口头语，脸长得这么大个儿，大脸盘跟囊似的。
什么形象啊？侯震就挺可乐的。嗯，侯震跟他媳妇儿，哦，有时候我老说，我说弟妹真是个好人。怎么？因为侯震一天到晚除了跟我出去，要不就演出，要不就拍戏，嗯，也总不着家。嗯，这弟妹不错，对老的对孩子照顾的无微不至，啊，所以说我有点时间我就说，以后这回家陪媳妇待两天，瞧瞧去。他也是挺好的。哦，我就开个车带着媳妇儿这儿逛逛那儿逛逛。嗯，啊，带着媳妇儿，这是前门啊，这是西单，门都没出过呀。西单前门都不认识，没去过吗？家里活太多了，是不是？挺好，开车这儿哪儿那儿，啊，媳妇儿心里高兴高兴。是，开着开车一低头，哟，怎么了？车里有一只高跟鞋。哟，侯爷那脸都绿了。想半天，赶紧把这鞋顺着窗户扔出去了。一会儿媳妇问：“哎，我脱了你这鞋哪儿？”嗨，这疑心太重了，自个儿想多了，可不是想多了，想多了，把自个儿媳妇鞋都扔了啊！他这不算小心眼儿，嗯，后台有一位小心眼儿，还谁？高峰。啊，高峰也熟啊。高老板，大伙儿也知道吧？小心眼儿吗？可那太小心眼儿了。是啊，只要一说出门，一回家，咕噔先给媳妇跪下。干嘛呀？我走三天，这三天你别出门，哦，我求你别出门。哦，外边坏人太多。哦，怕坏人啊？媳妇就给答应啊。嗯，每次临出门找一草棍，嗯，别的门上夸那干嘛？媳妇一开门，草棍就掉了。哦，就发现。哎，下楼拎一口的面，嗯，大门口撒着面。这什么是做贼呀？那是的。媳妇一出来就踩上了，那，啊，就知道了，顺脚印就倒这了。好家伙！前些日子我们上加拿大演出去，嗯，乌登给媳妇跪去了，十天啊，十天，这回唱十天别出门啊。媳妇也答应了，是。出来之后走到门口给小区保100块钱，这是看着这儿了。我们家谁来了，到时候告诉我。哦，还派盯梢。十天之后加拿大回来一进小区，嗯，有人吗？啊，保安说就你走当天来回送信。啊，嗨，到现在还没下来。啊。好嘛，就这送信的要命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开玩笑，这都小心眼过分的。哎，过了。你要说真有毛病，就是我们后台叫孙悦有毛病。哦，那大胖子，大胖子孙悦，嗯，说相声的名家李文华先生的外孙，啊，都是。哎，这个孙子呢，等于是这孙子，这什么像应该是这个外孙子，哦，这个外孙子啊，哎，把外边搁出去了啊，这两天没来。嗯，那个闹嗓子是，嗯，在北京什么医院住的那个肛肠科那儿，闹嗓子住肛肠科，耳鼻喉科没有床了，对，啊，给挪那儿，反正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远了，这怎么能差不多呢？就一讨来的劲儿，报警啊！啊，就这么大，大胖子，我们整个后台就他啊，嗯，道德沦丧，又怎么了？你想那模式，你看那模式像猴一样吗？哦，就这么大个吧，嗯，他站这桌子后边，桌子挡不住他。太宽，这演出没事自个儿就出去了。哦，咱不知哪有那个地儿，他老能找着小房间，点一小灯泡，哦，小粉灯，满处去啊，嚯，喊啊，嗯，里边那进来，别叫了，摇头，转身就走，不好看，不是进不去那门。哎，嗨，哎呀，这冲这也得减肥，是不是？大胖演出完就这数，嗯，他都跟岳云鹏在一块说相声，都知道，对，岳云鹏、孙越啊。嗯，那回真成功了，哟，也不哪家那门正开着，哦，刷一下进去了，嗯，跟那儿住了一宿，很开心，是啊，很开心啊，花了30块钱，嗯，多少钱？30块钱，30块钱，30块钱，哦，咱不知道是优惠也是怎么回事，赶上打折的时候，店庆，哪有店庆的？我也不懂，那没去过，胖子，打这屋一出来，眼泪就下来了，哟，对不起自己的媳妇儿，怎么？你想想，媳妇对他这么好，哦，干了这么一件事情啊，良心发现，哭了就回家了。嗯，进门跟媳妇就说：“我跟你说啊，嗯，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，是一定要原谅，哦，不能干一件坏事就否定他的一辈子。真是，谁都有亏心的时候，谁都有对不起的时候，只要说出来就是好同志。”对，媳妇也哭了。啊，是啊，嗯，我是跟岳云鹏有一腿，啊。什么乱七八糟，把媳妇给勾出来了。这都真事儿，哪儿那些真事儿？听岳云鹏说的啊，那真事儿啊！别瞎说，现场还有孩子，你让孩子谁说孩子？他听不懂，他是这么回事儿。他早晚也得听得懂啊，已经听懂是吗？他拿着本正记录呢。
我小时候有这么好学，这是好学。嗯，要说起来，这后台最好的人就是于老师。哎，到我了，真的。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，长掉门了。但是您是这份儿，真好。您有很正确的人生观、世界观、武装观、白云观。哎，别说了，我这出家了是吧？您确实是挑不出毛病。客气，感谢您的父母为中国相声界带来这么一个笑话。笑话？我什么笑话？带来了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。您就客气了。43，对，43年前那一天，中国相声界出了一件大事情。什么事儿？就是您的降生。嗨，据史料调查，那一年天气不好。是吗？天下大旱，没水。何止没水？没有水，没有粮食。哎呀，那一年仓也空，井也空。仓井空了。太清楚啊！反正好记，就那一年，哦，天下大旱，嗯，你父母在家里边很焦虑，是你母亲也是，因为就那天生了你嘛，啊对，但你母亲很焦虑，是不知道有孩子啊，傻丫头，都那天都生了，都不知道有孩子，不知道那天会生的，哎，您说清楚了，老太太坐在屋里边，嗯，打肚子，嗯，叼烟卷，还抽呢。我妈这是要取经去是吧？什么模样这是？也不想吃饭啊！老头还问呢。嗯，夫人，你吃点什么呀？什么菜？唐僧到哪儿了？好家伙！老妖精这是，要吃唐僧肉，有唐僧肉也吃不下去。你提这干嘛呀？啊，到晚上睡觉，你母亲就觉得这肚子拧得慌那么疼。到时候他往下坠啊！我是没生过孩子啊，那你别想。我想合适得那样是吧？别想，我就肚子胀难受哦，一直往下坠，往下坠，夜里12点，老太太坐着我睡不了，不行，这肯定是不行，这要生，太用一劲儿往下坠。哎呀，老头儿都喊，加油！哎嗨，有他什么事？使劲啊！你使劲，老太太一较劲啊，苦叉，这一卡。生不是你是没生过孩子，可你拉不屎。不是这事儿可对了，你这说这么肮脏的话题。废话，出差生孩子。哎呀，行行行，行了行了，哗啦啦啦啦，没有这么大事。哗呀呀，哎，生一花脸出来是吧？叮当的咚的当的，葫芦娃。不懂不懂，你不懂就别形容。没生过吧？啊，就啪嚓生一大胖小子。哎，我摔出来，知道吗？哎呦，家人都高兴。啊，这回算行了。啊，老太太也高兴。哎呦，感情是有孩子了，多新鲜！可不是有孩子了吗？你真好，真好啊！啊，到了满月那天，家里边亲戚朋友都来了，得祝贺呀！哎呀，大伙都说，哟，这孩子了不起。是，家里有一上岁数的那个，这咱不知你们家什么老爷爷的身份啊？这孩子好。哦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。哦，看面相，嗯，日后必有汗脚。嗯，这孙子怎么瞧出来的？这可差六辈儿啊！这差几辈儿也不成呀，了不起。嗯，把孩子举起来，用太阳照一照。这是干嘛呀？老年间的人讲究迷信。哦，孩子举起来，拿太阳一照，地上有影子。哦，影子不叫影子，叫魂魄。哦，这是魂，影子代表着魂。如果影子深浅，它是有一定说法的。怎么讲？这个影子特别的浓，特别的深，说明这孩子日后没有出息。哦，影子特别的浅，嗯，哎，说明日后他了不起。嘿，看看浓淡决定他的命运。哎，这看一看，照举起来看看这魂，我怎么样？哎呦，啊，这孩子这魂淡啊，魂淡。这老头怎么说话呢？这是，就是说你的魂呐，影子浅啊，你说浅多好。在日后的成长过程当中，果不其然，我们见证了这一说法。我是真混蛋的是吧？这还见证干嘛呀？就说你是一个人才啊，好，方方面面挑不出毛病来，那是完人了不起啊。没有啊，首先说身体好啊，那是，就这一后台说相声的百十来人，嗯，身体最好的谦儿哥，确实不错。他秉承了一个宗旨，嗯，三快。怎么叫快？吃得快，睡得快，拉得快，这也好啊。这个咱实话实说啊，嗯，人吃五谷杂粮，没有不得病，是没有避讳说我们回避一下，谈不到。嗯，吃得快，啊，荤的素的，
凉的、热的、甜的、咸的，什么都能吃，不忌口，不挑食，营养均衡，是吃得快。第二，睡得快，睡躺下就着，这好吗？有的时候有点愁事也就烦得慌。嗯，躺下数羊吧。哦，躺着一只羊，这就睡了。别数好不好啊？睡着了 啊。第三，拉得快。不是这怎么个好法？这好像说的很脏，但实话实说，列位。谁不上厕所是不是啊？咱没有必要人为的拔高，哟这位都成圣人了他都不去厕所，你这是个貔貅是吧？那也不对，谈不到拉得快。怎么好？排泄功能非常的稳定而且有规律。哦，规律，每次都拉得饱饱的。这什么话是？我往回拉是怎么的？快快的啊，快就完了，快，而且时间是有规律的。哦，每天早晨8点钟准拉，这定点，9点准醒。我每天都拉炕，我这生活不能自理了，我这数十年如一日。哎，好，瘫了不是多少年了啊，挺好，不光是身体好，这个人心眼还好，主要是心眼。凡是长寿的人都是心眼好，是吧？他老算计人，他就好不了，是吗？这个人没有，后台老拎着一包，这干嘛？跟演出没有关系，那是做好事用的。怎么做好事？拎着包，德云社演出小剧场，嗯，旁边那个小饭馆找来，于老师帮忙。厨子忙不过来，头走，我这就去。啊，厨子我行。打开拉锁，拿出一白大褂，穿上。我自备白大褂。你看，来白帽戴上。嘿，奔人那儿抓抓抓抓，连切带炒。哦，一套。哎，不要钱，白帮忙。这热心肠，就好这个。这儿脱了，不见几位，走了，回来了，叠好了，搁包里。又有来找帮忙的了。这是于老师，街坊孙奶奶去世，这我儿子在国外回不来。短孝子出了运，孝子我也成。头走，我这就来。快把白大褂拿出来了，多用的这是。白帽子，到哪儿去？自个儿预备好了，这是折叠的一翻我浪吹的是怎么？这我都备好了，专应这个的是。专应孝子贤孙，我没听说过啊。一会儿又找来了啊，这边体育场。要比赛了，这我能帮上啊！于老师，来，您给检查一下吧。这是验兴奋剂，这我也懂。运动员有的时候跑得快、游得快，人家怀疑是啊，是不是喝药了啊？怎么办？得专门验兴奋剂。这个到这称呼都不一样啊。哦，于大夫，那是人尊重。好，你头走，我这就来。哦，白大褂又拿出来了。哎，我都得紧着白大褂接活，没大错不了啊。到这儿了啊。嗯，于大夫到。远近都有。一推门，嗯，于大夫来了，进这屋是啊，检查兴奋剂其实就是验尿啊。对，一进这屋啊，嗯，有一大条案桌子，一杯一杯都摆好了。哦，这我来检查。有请于大夫。非得我来不可呀？把口罩摘了啊！我还戴口。这儿去了，白手套，嗯，可以了，拿起一杯来，哎，颜色，哎，你看，不是这位尿出茶叶来了是吧？我这吹什么呢？掏出一根吸管来，哎呀！别这样，我不要吸管好不好？这个没有问题，没问题，那我白喝了。又拿起一杯来了。嗯，一饱还不成？怎么样？血糖偏高。嗨，这跟运动员都没关系。注意个人卫生。哎，咱们说点正经事儿成不成？这个呢？结石。哇，这都是运动员吗？这个。哎，也有喝不下去的时候。
哦，坚持。行行行了，约瑟夫教导我坚持。我这时候想起他来了。这兴奋剂太大了，这屋喝完了啊，请于大夫到下一个房间。还有，大夫走上这屋来。哦，大桌子，老是这屋桌子摆大杯了，这么大大杯。于大夫，请。啊，我很兴奋啊，好过瘾呢、啊。哪儿就过瘾？我尝尝得了，这个。哎。什么项目啊？赛马的马。好家伙，我什么都管呢，和尚。了不起？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这心眼好，这是胃口好啊。这心眼喝嘛嘛香。嘿，不光这个心眼好，脑子还聪明。哎，脑子确实是，脑子不好能赢这活吗？啊，缺心眼儿，这叫。德云社后台说句良心话啊，外号叫科学家。怎么叫科学家？真的啊，科学家跟后台，我想啊，你看玩那个玩什么都是他头一个。嗯、啊，手机下载软件也是他头一个。哎，我好这。刚开始玩微信也是他。对。跟这玩，我说什么呀？嗯、啊，微信。是。哎，发图片、发语音、发什么都行。你看我给嫂子发一个。啊，我写给媳妇发一个。老婆，你在干嘛？发完了，哎，你拿着，我接过来。上面有一行字，写的是“对方正在偷人”。什么？你出事了？啊，怎么？对面？对方正在输入。什么学问？这俩字儿能那么乱吗？我冷汗都下来了。我心思，我以为你知道了，知道什么了？我啊，你破案了。玩这个头一个，啊，玩那魔兽，啊，后台头一个，啊，德云社后台那角那儿有一电脑，他跟那儿。头一天我在跟前儿，我说你干嘛？注册，啊，行，注册有个注册名，啊，哦，我写于谦儿，不，没有写真名的，是都写一个那个注册名编的网名起的。我说你叫什么呀？叫什么呀？他在后台辈儿是最大的，嗯，我徒弟都管他叫大爷。对，啊，想半天，注册名，我这个名字是谁的呢？嗯。你大爷的，怎么起个这名字？就是每次一登录一行大字儿、啊，欢迎回来，你大爷的啊！先来一句嘛，嗯，他们玩的叫什么？团队副本，是叫什么？一帮人打仗啊！你听到耳麦里边，你大爷的，快点！恨疯了我了，这几位，挺了不起的，玩会儿游戏，放下了，毛笔抄起来了，这是练字儿了。哦，书法也练，你不服行吗？啊，练字练毛笔，哎。观众进后台，于老师给签个字吧。嗯、啊，抻着那宣纸。哦，宣纸给你写毛笔的，健身的。写于谦。哎，画纸抻好了。是，严德诺献宝笔。哎，一挥而就写于谦啊。对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我还有俄罗斯血统似的。我这名是写那么长吗？净写错、啊。哎嗨，这就别练了。写毛笔字儿、啊，一会儿我坐着开始写作，啊，创作。好家伙，你写什么呢？啊，《孙子兵法》。我这也用我写。了不起啊！啊，于老师，等会儿，啊，别叫于老师，啊，请叫我孙子。什么名儿这？不服行吗？啊，这儿一喊孙子，哎，坐那儿一玩这个，里边大爷的快点儿。好家伙，净占辈儿上了啊！玩会儿写会儿，一会儿看书。啊，后台一大字台。摆着各种书籍，看书，古今中外没有看不到的书，全看啊！什么《三国》呀，《水浒》啊，哦，《西游记》啊，四大《西厢记》嗯，《西毒记》啊，《西毒记》没有这书，叫什么来着？《西游记》《西游记》啊，国外的书也看，嗯，《钢铁是种子炼成的》啊，河北翻译的吧？这是还种子炼成的？什么口气呢？是种子炼成。哎，行行，怎样练成？怎样练成的啊？对，这都看啊，大桌子，这摆一本书，旁边放本字典。嗯，字典边上是工具书，这是怎样查字典？全不会，三本一套啊，必须一块看。
这是闹耗子，这是。因为看书把街舞都练出来了。听我说，我太忙叨了，了不起呀、啊？没有什么。正因为您的综合素质，啊，才娶了我们嫂子。啊，我媳妇儿。你差一点儿，你媳妇儿都看不上你。是吧？媳妇儿眼界高，要求高。有人见过，可漂亮。是吧？比他小三来岁。啊。小孩儿啊。是他比你小啊，比我小几岁。你要到七十多岁，他比你小三来岁，还是差不多的。他比你小，就是比我小，特别可爱，大眼睛啊、哦，那么 大眼睛，尖下颌。我每次看见嫂子，我都得想，嗯，葫芦娃会来救我的。哎，好，看见妖精了。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，您得尊重嫂夫人这份儿啊。多的见的都是哟，德刚、啊、上家吃豆腐去，去吧。啊、什么话？这叫什么？会炒菜，麻婆豆腐做的是最好啊！您说清楚了，人家吃豆腐去、嗯、你这别逗弄了，这就是上家去，咱规规矩矩的跟嫂子、哎、有时候去了也是买的水果，买的什么啊，进门啊，嫂子您挺好的啊，谦儿的，哎呦你来的正好，他刚走啊、哎、我刚走就来的正好，不是，我不知道你走啊，不是你出去、啊、进来吧，进来吧，进来坐着，洗澡洗澡洗澡，咱别胡说八道，买这冬枣洗澡，洗澡吃，怎么这么别扭啊，这是。说句良心，我跟谁开玩笑，我跟嫂子不逗，我瞧出来了啊。你这个心态是真好。哎，再一个说句良心话啊，就算我开玩笑，谦儿哥不会胡思乱想，那我们过着哥俩交情在这儿， 对一块长的这么些年，风里来雨里去的、嗯、是不是，打我想我打十几岁到北京，嗯，有哥俩一块玩，是，这也算发小，可不是吗，是不是啊、嗯、我有时候一想起原来挺可乐，是吧，嫂子非常好，但是谦儿哥您得承认，嗯，倒退些年您的这个爱情不是很顺利，这倒是有点坎坷，不堪回首话当年，谁没个十七，谁没个十八呀？都年轻，是不是？谁的烟囱不冒烟？这很正常，过日子嘛。小的时候，他爸爸给他弄的什么？嗯，娃娃亲啊！我那时候还有他爸爸老古板儿啊！这个谁谁闺女跟你一块儿两口子之后，小孩懂什么？他四岁啊啊！那女的七十二，你想啊？我不懂，那位得懂吗？这七十二差太远了。不是，其实啊，其实二十多。也差不多，没成，就到后来一次一次的交朋友都很不顺，是，其实小时候我们都崇拜他啊，他比我大好几岁，他都懂，什么都不懂啊，我想那年我十九，那年他二十三四，那会儿那回问我了，带你出去玩你去吗，跟着我一块儿，哪儿啊，歌厅去吗，我那时候就跑歌厅，你看咱说良心话呀、啊、那会儿十八九的孩子懂什么呀，是，一听说这么有诱惑力的事情，是吧，是，我们是抱着批判性的心理去学习，那时候就批判了，开始走这去感兴趣，带着我去挥霍挥霍，我们俩从二十九到八幺七，然后换三百到九三七，庞各庄下车，嚯，到郊区了，夜里了，霓虹灯闪烁，几个大字儿，嗯，翠沙人歌舞厅，进了西瓜地了。进门一瞧，灯红酒绿，纸醉金迷。哦，高档，站着一堆美女啊，嘿，都穿着绿色的衣服，上面一道黑一道黑的，都拿西瓜出来的，都跟这儿唱着情歌。情歌，吃了一杯，脑坏了，杀了你的狗儿，舔了两口。这就是卖西瓜的这个，老北京风情。哎呦，人家这叫西瓜派对。西瓜派对、啊、坐那儿都傻了、哦、没来过这个、嗯、人家跟这儿啊、嗯、不是我身份啊，嘿，一瞧就老来熟啊，把烟搁在桌子上，嗯，撕一张烟纸，是烟一阵卷着抽啊，省点是点嘛，点着烟啊，来小妞儿，瞧这老老手，人家有负责人过来的、嗯、啊，哦，那个要什么样的，嗯，听说你们这儿有留学生是吗，哦，介绍一下，有刘英的，刘德的，刘法的，嘿，有刘宝的，刘宝，保加利亚，嘿，刘宝的、哦、来刘宝的，一会儿就刘宝这回来了啊，站着啊，先生吃点重的啊，刘宝定的，这是吃牛肉货是不，行，这不是刘保加利亚的，这个反正就带过我去过这么一次，
后来不带我去了。那是啊，因为您知道这个泡妞这个工作不适合团伙作案，单独的哪见过组团泡妞的是吧？没听说过，好歹得便宜一个人啊。后来他再也不带我了，得亏没带我，是吗？后来就交往了一个很有特色的女朋友，搞对象。我印象中那是个三月份，哦，春天吧，三四月可能是。谦儿哥一个人也是，他那光棍儿，那会儿二十五六、二十四五了，没女朋友。春天去踏青，哦，踏青，哎，找了一个公墓。我上公墓踏青，清静啊，真的倒是没人。看看上坟的，看看烧纸的，是吧？哦，看，哎，我溜达溜达。业余生活太乏了。嗯，上来走着走着，一抬头，哟，这是坟地有一墙头，哦，墙头上面坐着一个女孩，这什么女孩？这是很斯文啊，是吗？坐在墙头上，叉着腿就坐着。嚯，这还斯文？这手拿着烟。哎呦，这手拿瓶啤酒，烫一脑袋花，这很有福气相。一眼就看中，那得看，这日子能过一块儿啊？嗯，因为大伙儿都知道谦儿哥三大爱好是抽烟、喝酒、烫头。您就别，我要批评你们说的不齐啊！我们再来好吗？啊，于老师三大爱好。有意思吧你们？有意思啊，闲着也是闲着啊。一瞧这女孩，当时谦儿哥就站住了，愣了，太好看了哦呀！猛抬头，用目撒，墙上现出一位女菩萨，菩萨她在墙上坐。就好似日出东山飞彩霞，一轮明月将心里照，雪地里现出一盆花。虽然她不是天仙女，月里的嫦娥比说她若与此人成婚配，抽烟喝酒烫头花，乱七八糟，传统戏，哪儿有传统戏？特别开心啊！啊，高兴！不离开这墙啊，来回跟那走柳啊，围着墙转，来回走啊。哦、这女的乐着呀。谦儿哥问你乐什么呀？啊、你脚底下有屎！嗨、哎，我光看上头了。打这儿起，两个人花前月下，卿卿我我，交上朋友了，谈了有一个来月，哦，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，要带她回家见你父母，这是大事儿。女孩也特别的开心，嗯，特意的打扮得非常的淑女，嗯，头发也弄好了，烟都掐了，嘿，跟你回家见父母去吧。一进门，你父母特别开心的，那是啊，儿子终于有了女朋友了，就盼快坐着吧。嗯，打姑娘进门，你爸爸不说话。哟，全是你母亲那儿张罗着啊，多好说，姑娘挺好的呀，啊，叫什么呀，属什么的，多大岁数了？对啊，吃水果，吃糖，反正家不长礼不短这点事儿呗，热情点、啊、聊天嗯，聊聊去，突然间，嗯，你母亲问了，这个你父亲是干什么工作的？我问到这个，姑娘愣了，那个、嗯、我是单亲，嗯，从小没见过我父亲，跟我妈长大。哎呦，对不起啊，姑娘，啊、那个你妈叫什么呀？嗯，我妈我不敢说。这有什么不敢说？子不言父，女不言母，这是尊重。什么年代？我母亲有个外号叫一朵花。嗯，这什么人呢？这是？你爸爸站起来了。啊？这是听出什么来了？你们家住前门外大栅栏胭脂胡同。哟，小时候住那儿，后来搬了。姑娘，你坐着啊，你坐着。来，您进，叫我。这时候来着你，这时候来着你妈，啊、三口进屋了，把门一关，老头眼泪流下来。我对不起你们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年轻的时候犯点错误。你说说吧。这姑娘你不能跟她交往，为什么？她是你同父异母的亲妹妹。你瞧这事儿闹的，眼泪下来了。那孩子，这谁想到出这么些事儿？这哭着，他妈站起来，没事儿子，怎么着？好好跟她交往。因为什么？你不是你爸爸的。哎，这个是。谢谢啊，嚯，可了不得了啊！递纸条的，不、哦，您帮我带过来的。
谢谢。哎，哎呦，人让咱们瞧瞧，那咱瞧瞧吧。可是咱俩不认字儿，我这带着字典呢。哦，嘿，嘿，像郭德纲同学特受誉“帅郭”称号。嗯，谢谢吧。什么呀？哎呀，那个，这不像话呀！您这，好吧，好吧，我再念一个啊。啊，像于谦同学特授予“龌龊鱼”称号。啊，蒙鱼啊，蒙鱼，给您送花的来了，于老师。哦，谢谢，可了不得啊！谢谢，谢谢。哎呀，这个人是非得娶了咱俩算拉倒啊！谢谢，谢谢啊！老这么花钱，无以为报。嗯。这个条件一般，水平也有限，难得各位这么支持，这么鼓励。嗯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那一是好好的说相声。嗯，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，刚才这段叫造厨，没错。说句良心话，也就这个人敢这么说。哦，造厨是传统相声里边的代表作品。嗯嗯，好像我们流传的不是特别广远。嗯，因为它需要演员有高超的叙述能力，深厚的功底啊，要不然观众听不了。哎，这俩人一个叫郑好，一个叫侯震。是站桌子里边这个叫侯震，嗯，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，对，哎，相声世家，哎，外边这个是我师弟，嗯，郑好，没错，东北相声名家王志涛先生的高足，嗯，听这名你就知道这是艺名，郑好啊，郑好，哦，本名叫喜定，哎，喜欢的喜，哦，哎，安定的定，啊，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名字，嗯。因为那会儿家里边没孩子没儿子，嗯，哎呀，生一胖小子，他父亲开心了，嗯，家里这喜事儿算是定下来了，哎，吃了定心丸，哎，叫喜定，是，但是后来结婚之后，这个名字也带来很多的不便，这有什么不便呢？有时候他正好的媳妇一回家一进门，正好不在家，哦，老公爹在家呢，啊，公公，老爷子，啊，喜定呢？哎呵，不像话，老头听见都假装没听见啊。哎，没法接话儿，儿媳妇还问呢。啊，你说老爷子啊，正喜定呢。哎，这个，让儿媳妇看见了。哎，什么话这叫？多新鲜呢，非问辞是都不可。嗯，后来就改了个名，艺名叫郑好。哎，对，挺好啊。是，嗯，让他们两个人稍微休息一会儿。是啊，我们哥俩呀，跟您接着聊。哎，每次一上场啊，都觉得对不起各位。嗯，买了票了。而您花钱，而且观众们还送花，是又花钱。嗯，我在北展这儿演这么些年，你知道门口好几家卖花的都供着我的神像。哎呀，拿您当祖师爷了。那这玩意儿互惠互利吧。哎，谁呀？让各位破费实在是不好意思。嗯啊，不过各位呢，也说明您是真喜欢相声。是啊，这个东西不是拿枪逼着去听相声去，嗯，没有。哎，发自内心愿意听，人家才来呢。自己来的嘛，人各有志，不可强求。嗯，我们是爱说相声。嗯，要说不爱说相声，天天跟这儿也盯不下来。是啊，当然这是工作。嗯，工作之后也有各自的爱好。那当然，比如我看看书啊，写个字啊。哦，比如于老师回自己的马场是吧？玩一玩。哼，这话得赶紧接上，你知道吗？反正你很过分。哎，谁很过分？他有条件啊，刚才咱们也介绍啊。是。种花啊，养鸟啊，嗯，哎，什么小动物啊，喝点酒啊，唱唱歌什么的，这就爱好。还唱歌？啊，他跟我不一样，我爱唱戏，他爱唱歌。哦，不一样。啊，我没事看戏，长安大戏院、梅兰芳大戏院，嗯，看看戏啊。哎，他没事是各大歌厅啊。我净逛歌厅，那能唱歌去啊？哦，练去。都认识北京城大小歌厅，谁不认识于谦啊？我老去，推门就进。哎，来俩，嗯，来俩，过十八的不要。什么呀？这是果盘过十八块钱的不要。你以为呢？我以为啤酒呢。要不然就说茶米了吧？哎，这不一样了，不是？多危险呐！嗯，我也觉得后怕。是吗？嗯嗯。但是唱的确实是真好。哎，不敢。我有时候爱听他唱，有时候在后台没事来一个。啊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今天演出结束之前，我一定会
让于老师给大伙儿唱两句的，他得酝酿，他这人唱歌慢热，是，哎，劲头上来拦不住，嗯，在后台有时就是演出结束了，嗯，到后台归置东西该走了，他那儿高兴了，唱、哎、在那菊花盛开的地方，在那菊花盛开的地方，对，嗯，有我可爱的家乡，哎，啊，还嗯呢，我住裤衩里是怎么？胡给人改词儿，您这这么大岁数，废话，您唱错了。我不懂，我不会吗？不会，您单唱那唱对吧？还是您会唱，唱的也好啊，发音吐字都很讲究，嗯，很好的利用自己的盆腔共鸣 啊，盆腔共鸣，我这放屁呢，合着。哎呀，废话，唱歌有盆腔共鸣的吗？人唱歌都是嘛，共鸣嘛，盆腔共鸣嘛。我没听说过，唱歌共鸣，胸腔共鸣，头腔共鸣，没有盆腔共鸣啊。没有，我说你唱歌挺骚气的呢。哎，用不着那儿。没有啊，没有，唱的确实是好啊。嗯、不过咱实话实说啊，啊，咱俩这个岁数在台上一定要注意，嘴里得有把门的。那当然，是不是？我们俩差不了太多。嗯，他今年43了，对，我都31了啊。所以说我们两个、先等会儿，您多大？别闹，谁跟你闹了？不是问清楚了吧？您我曾经31过，嗯，曾经三十一。嗯，你看我现在多大？您啊。您也就是40上下，嗯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喽。哟，你看多少多岁数？有73，有84的啊。嗯、啊，我不让你们说，我没问你们俩。啊，多大？哎，18。哎呦呵，三岁。哎呀，你等我尿你身一会儿啊。啊，三岁没有了，没有了，40多都没有了吗？去你的吧！你刚不是说的吗？40，他说我40多了，嗯，40多都没有了，列位，真的，我都39了。哎，这还，那就还没到呢，那个、啊、还没，不这么说啊？对呀、啊，不这么说，但是我很羡慕你，羡慕我什么呀？真说良心话啊，嗯，你看人家这个生活状态，啊、嗯，就看整个人这个气质啊，我这个，你准比我活得长远，真是。是吗？真的啊！你不信，咱俩打个赌，怎么样？到时候你追悼会的时候，你看我怎么跟你道歉的。哎，谁先死啊？合着是，肯定是你啊！那错不了。那还状态好什么好啊？就是我这个，我现在说你，你都没死，这个状态很好。哎呀，我这气性也太大了，我这。好好说相声，这么多人喜欢咱啊！咱俩真死了，门口这几个卖花的怎么办？是吧？哎。有个念想，我们得考虑到别人的生存状态。是是是，包括中国说相声，咱们俩死了，对同行来说是个打击。那可不，他们不打架啊。这些年说句良心话，其实老百姓特别可爱。嗯，我说相声说了好几十年了，嗯，从来没有一个观众说郭德纲说相声说的这么差那么次，如何如何，没有。哦，就是都是同行，郭德纲这个不好，那个不好，那个不好，这个不好。嗯，其实我也习惯了。是很正常，你这个只有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。是啊，真的，你想这道理、嗯、你修自行车的他怎么能恨卖早点的呢？啊，这不挨着吗？是不是？对，拍电影的他能恨踢足球的吗？对吗？啊，不靠边。开歌厅的能恨于老师吗？是吧？那他恨我怎么还不走啊？这人不一样、啊、只有同行之间有利益之争，嗯，他才会恨。但是对我来说，我说句良心话，嗯，其实我没有这么小心眼儿。哦，好多人还说你是不是有迫害妄想狂啊？啊老以为人家害你啊，人家没害你。我说兄弟，你不知道，嗯，害的时候也没通知你们。对，但是谁疼谁知道？哎，当事人知道啊。再一个，我心挺宽。哦，对我来说啊，老话说的，谁好谁带着。是，您趁8亿那是您的。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我吃窝头那是我的事，我能力不够。对不对、嗯、见有钱的见有势的我也没有上赶着如何如何。嗯，有的时候演出人就快来快来快来、嗯、地方上首富来了。嚯、哦、我怎么了？嗯，我首富交多少钱？哎嗨、啊哎、买房子。不是，我们这地儿的首富最有钱、啊、人家趁3亿。哦，我说给我吗？不给。那我凭什么跟他客气啊？这就不客气。他、啊、说给你呢，给了我是首富了，他得跟我客气。哎嗨、啊、哎对吧，合着没有您客气的时候，谁好就是谁的。哦，说相声也是如此，对不对？哦、嗯啊，您大马金刀是您的事儿，是我能耐不济，我自个儿忍着就得了。长能耐就是谁好谁带着、嗯。我们同行不这么想，他们呢？他老憋着把我弄死。嚯、哦！其实他们也糊涂啊、嗯！我死了你也卖不出票去。实话，真两回事儿。
不是说我去世了你就相声艺术家了，你还是不会啊，对吧？而老憋着我死，我真死了这个行业就够呛了、也没办法，有的时候同行之间一探讨起来也挺可乐。是啊，你跟他说艺术吧，他跟你讲道德哟，你跟他讲道德他跟你说品味，你跟他说品味呢他跟你说文化，你跟他说文化呢他跟你说孔子，你跟他说孔子呢他跟你说老子，你跟他说老子呢他跟你装孙子。嘿嘿，净在这辈儿上绕了啊。好好练功，好好说相声，对得起买票的人比什么都强。实话，是不是啊？嗯，从小都练功，很枯燥。列位，对，练功有什么好玩的呀？嗯，早上起五六点钟起来，站那叨叨叨叨叨叨，一遍一遍的背，是最没意思，就这个。但是必须要有这一点，哎，得背。小的时候我们净是这个，一天到晚嘴里不闲着。包括大段的贯口了，包括小段的绕口令了，嘴里边老得叨叨着，都得有词儿。花200块钱买一小猪，滋滋喝水，胳膊胳膊吃豆，接着墙头扔出去，籽儿的一声，您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死了。哎，嗯，这就是基本功。其实他也能管什么呀？关键是顺嘴，练的就是、天天这出，唇齿喉舌牙这几个位置一定要调理顺当。没错，现在也说。说什么呀？不过再不说这200块钱买小猪了，改了。你看，调理一下嘛。嗯，花200块钱买一火箭，嚯，滋滋冒火，咕噜咕噜冒烟。嗯，顺着朝鲜扔去了，子儿一声，你猜怎么着？嗯，掉了。嗨、200块钱买的，没法不掉下来。要不掉下来，应该是听大、耳踢脚啊。啊。这叫什么实心的理念。哎，对，说相声60%的传统技巧，40%的实心理念、再加上个人的天赋和你的努力，揉在一起，你才能说好相声，跟上时代。好多人看清楚我们，哎呀，你们这没什么，有嘴就能说。是有嘴就能说，但是说好不容易。对，说良心话就跟郭麒麟似的。嗯，郭麒麟问我，你看我打算干点什么好啊？那会儿还上学呢。嗯，我说你说呢？他说我想了想，我想当个厨师。哦，厨子。我说什么好处，想吃什么炒什么。嗨，我说哪家饭店老板疯了心了请你啊。嗯，这厨子跟后边想吃什么弄什么、不是你吃，是给人家做。哦，那算了。嗨，想错了啊。后来有段时间我们街坊有一钢琴家，老劝让孩子练钢琴，他那手指的长，郭麒麟手指的长。哦啊，我说愿意吗？愿意，带他出去看钢琴去了。嗯，10万、20万、40万、50万都看完了。嗯，我给他买个哨回来。哎，哨，吹的那哨啊。我儿子带着钢琴走学累。你来这个一出胡同一叫上这个狗都跟着你走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好嘛，省事。后来就学了相声。嗯，倒不是说舍不得钱，关键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知道。嗯，您记住了，望子成龙的家长几乎都不是龙。嗯啊，我自己儿子我知道，我希望他有一手艺就是了。嗯啊，你不能说攥着仨文凭跟家里待着挨饿，这个咱犯不上。是，有人说了，说相声都没文化没有文凭。列位，我们拼的是文化，不是拼的文凭。文凭在人生中是火车票。这怎么讲呢？火车开了，呼，一帮人上火车了啊。啊，文凭是火车票。嗯、北大的清华的好比就是软卧呀、一等座。哦啊，什么专科本科呢，那就是什么硬卧软卧呗，是吧？民办的呢就是站票。哦，成教呢，成教就是厕所忍着。哎呵，哪儿都有人。火车到站了，下车找工作去。是，人家招工的老板，人家关心你得了能力会干什么。人家没问你是坐什么座来的。但好多家长都糊涂，我儿子有10个文凭跟家待业，我踏实，这是自私。你没为孩子着想，为的是你着想啊。吹去，他为了跟街坊说话，我们孩子10个文凭。嗯，现在干嘛了？跟屋饿着呢。哎嗨，但这个短期内10年20年老百姓这脑子转不过来。嗯，谁转着前面谁家孩子反正能活得舒服一点。哎，他的得意、啊、这个没有办法，咱们得多看书，咱得开通一下。尤其艺人拼到最后，说句良心话，嗯，拼的就是文化。对，其他东西都是肤浅的。嗯，过去之后拼的是文化底蕴。没错，而且相声不是一成不变的呀。啊，也变通。有人说了，传统相声死了，不能再说了，它脱离时代。嗯，我说你证据在哪儿？我听谁谁那个录音呢、啊、现在一点都不挨着。我说你听的是1947年的录音。嗯，在当时它是时尚的，你今天拿当时的录音来比较，说明你落伍了，对不对啊？相声并无罪，罪就罪在说相声人身上了。对，好多节目其实现在依然能拿出来使，拿出来照样说呀，对不对？你包括有一节目，嗯，得调不调不行了。怎么？就是说相声，你可能不会，反正说相声、啊、是人就会，是人就会啊。那我不是人是怎么着？
这叫怎么说话？你说是什么呀？就是那个啊，说那个碰一蛤蟆啊，蛤蟆叫的倍儿厉害，咕噜呱咕噜呱，为什么蛤蟆叫的这么大声音呢？啊，就这个啊，这你会吗？这咱传统的节目叫蛤蟆鼓，蛤蟆鼓跟铃铛谱是一个作品。哎，前半拉是前半拉啊，蛤蟆蛤蟆，为什么？怎么为什么您不会合着？我怎么我就跟你探讨吗？探讨这有什么？这有什么可探讨的？您就告诉我蛤蟆为什么能叫这么大声音？因为嘴大脖子粗肚子大，所以叫唤声就大。一点都不讲理。怎么了？现在说出来这句叫不讲理。怎么不讲理了？嘴大。对啊，那口大。对啊，脖子还憨、啊、叫出来声就大。是啊，我们家那抽水马桶那口小吗？不小吧？看谁做。你这你们家的收拾，你们家不用这，你们家蹲菜地呢。马桶怎么不叫唤、啊？废话，马桶有叫唤的吗？啊，马桶，对呀、啊，马桶它里边有水呀、啊。听着像人话吗？有水就不响，有水它就不叫唤，不但不叫唤，连响都不响啊，不响。对了，水壶、铝壶装上水，坐炉子上，呜，响不响？水壶那水它是包起来的。你知道吗？水给它包起来，那咱就响。水包起来就响。对了，膀胱。对吧？咱讲个找的，你知道吗？对吗？碎捧是吧？碎捧，俗名。俗名，你对啊，艺名膀胱。你想吗？你来。你想？你不是？你看想吗？我想吗？一句话就问住了。废话，没听。膀胱，膀胱肉的呀。肉的它就不响啊。哦，肉的。对、啊哦。小笼包。小笼包响、啊。小笼包带汁的一咬刺一声。啊。要喷到对过脸上，对过还出事呢。哎呦哎呵。两响跟朝鲜那二踢脚似的。没听说过。啊。小笼包那叫响。小笼包响。那它有馅儿。哦，有馅儿就能响。有馅儿就响。对啊。豆沙包响吗？豆沙的。豆沙。豆沙里边是豆子呀，哦，豆子是豆子，就不响、啊，豆子不响，对，来口的豆子倒地上，哇，响不响？那不是你得拿口袋吗？有口袋就响，哦，来口袋棉花，倒地也响吗？白的不响，哎，人家这玩意儿讲理啊，那可不是吗？棉花白的，白的不响，不响，冻豆腐扔铁锅盖上，怎么找的这是？当当的。废话，动铁锅盖，对啊，啊，对，铁的呀，它是，它就响啊，铁的响，对呀、啊，哦，配电柜响吗？配电柜里边，它不是得有电线吗？哦，它有电线就不响。电吉他，有线。您这不是抬杠吗？抬杠，抬杠比打分挣得多。不是您这说话好好说，咱说事儿，咱别谁跟你说，你才瞪眼了，不是瞪眼不瞪眼，这你有病啊！不是你有药啊？你有病啊？你有药啊？你吃多少？你给多少？你吃多少有多少？你有多少我吃多少？有你未必敢吃。什么药啊？胶囊。哎，不吃。这玩意儿它全能想起来，你就 要不来只皮鞋尝尝？算了吧，算了吧，对吧？咱们这得讲理、啊，光抬杠不管用，啊、这还讲理呢。是是没事多看书啊，知道吗？我现在没事我净看书来着。你那当然，古今中外，不管是中国书、外国书，全看。嚯、哦，你看看，博览群书，那不敢那么说，努力呗。嘿，对吗？中国这些字从甲骨文引申开始，啊、大篆、小篆、嗯、啊，什么叫真书、隶书、草书？嗯，对吗？咱都得瞧，中国字讲理，外国字论情。哎，您这个总结的是什么意思？中国字是最讲理的了。嗯，劳动中来，每一个字都有它的含义。哦，举一个字啊，嗯、这个字念门栓的栓，一个大门的门里边横一根棍儿，这字念栓。对呀、啊，门栓的是对。怎么讲理？一个大门搁上一根棍儿，把门栓住了。哦，这叫门栓的栓。象形字。一个大门里边一个耳朵的耳，这字念闻。嗯，听见的意思。对，讲理。一个大门里边一个人，嗯，这字念闪，是啊，门口有一人一闪，哦，闪开了，哎，一个大门的门里边站个于谦，这字念抓阄的阄，哎呀，
你才是那龟呢你。这我差点又给绕进去，这是长寿的意思。别捡好听的说了，长寿的意思。中国字，外国字我也没少看。外国，哎，各种外国话，我差一点我就懂了。哎，还是没懂啊呢？不是懂不懂？这全懂不可能。皮毛，英国话，英国话懂点。哎，韩国话，哦，韩语也懂。哎，日本话，啊，离咱们很近。哎，法国话，哎，不是什么的呢？法国话，不是人话，问这那个。华国画，华国，华国画，还华国画？你先把话说清楚了。再来一遍，再来什么什么？法国画，法国画，法国画，法画画画画。哎，你再来一遍，再来。我来一遍管什么？我是你会成功的，来。哎，好，合着是我说错了，法国画，好，成功。哎，这。我别学了，我学会你着急啊！我着急，我研究了一下啊，各国语言确实很有特点，是语法不一样，语境不一样，语气不一样。你比如说英语，英语怎么？英语的语法很硬，是吗？英国是一个很绅士的国家啊，对，人们也很古板，所以他的语气、他的表情和他的语言呢，他不一样，很僵直。哎，对对对，举个例子啊，啊，怎么有一个字啊？嗯，就咱们说不行，这件不行，人英国就 no， 啊，就是不行，叫不行 no。No， 你看，比如说你要站在一个英国人的角度来说这话，嗯，情绪不一样。举个例子，你比如说就好比说吧，啊，好比说咱俩人怎么了？好吧，你就是英国的王子。哟，好吗？我王子，你是英国的菲利普王子。我做冰箱的，合着是？不是那个，你们就是那个那叫什么？那个菲利凤，不是没叫什么来着？那个就是。啊，那个戴安娜，那个查尔斯王子啊，对对对，戴安娜没死的那个爷们儿，那个什么话？您这不是这还学英国人呢？您这戴安娜不是跟那个跟他那棒尖不怼死了吗？是吧？哪儿啊？啊哪儿？您说的都下三滥的事儿啊！您这咱们正探讨王室的事儿，你没对呀、啊？你就说、就是、查尔斯王子，就是查尔斯王子，就是他没死，对、啊，他的英名叫差一点死是吧？哎，这嗨。查尔斯但是没死，哎，就是没死。你就是好比说，你现在就是王子，我就是查尔斯，哎，你就是查尔斯，嗯、我呢就是这个，我是伊丽莎白的老伴儿，好吧？您先等会儿吧，我这不是王子，我是儿子，查尔斯儿子，没听说过，还占便宜都上英国了，一点意思都没有啊？怎么了？一点到哪儿我都揪心，担心你好没有吃没吃饭呢、啊？喝水没有啊？啊，过马路有没有车？我老揪心。你甭揪心了，你甭揪心，我倒想揪回心呢。嗯，行，那就你就是王子了。我王子可以。我现在等于我什么职务都没有啊，因为我把江山呢托付给我太太，知道吗？哎，还是这位啊？我是不不是吧？不，肯定不是。我现在等于退位了。哎，好，好吗？得了，您这爱是谁是谁。我就好比我是。我是王宫里的厨子了，对吧？厨子了，哎，我厨子，好吧，我是厨子，我是小姐，皇宫，哎，啊，好吧，就是我跟您汇报工作吧，啊，好不好？嗯，汇报工作，给王子安排早饭什么的，好好好。王子这是刚起，哦，刚起，刚起，我这赶紧进来伺候您呢，嗯嗯，把这个门打开了，把帘打开，是，把炉子封上，把您那住哪儿了？这是，我查尔斯王子还捅炉子呢。对，我不懂，没在皇宫待过。废，你再让王子中了煤气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进来先开门嘛。好嘛，放放煤气，开门通通风，把窗户打开了，啊、是吧？给被窝给您撩开了。我那我再冻着。我、哎、这有暖气，有暖气片。哦，外边烧着那个土暖气，有。还得土暖气。王子跟那躺着呢。啊，我给您周起来。嗯，穿上裤衩给您。哎呦，光着呢。裸睡吗？哎嗨，那我用你干嘛？我这生活不能自理了，这是。身份有身份啊，王子跟这跟这光着呢，正光着呢。这什么身份？穿上跨栏背心。好家伙，穿上裤衩，我这要上鸟市，我这。穿上秋裤。哎，好，哎，一点一点来。穿袜子，把秋裤塞到袜子里边。还是病人呢吗？一点都不能干自个儿。暖和，暖和，穿着一直好不好？是是是，穿着啊，扶您起来。啊，扶我起来，扶您起来，是扶着床边，先给擦擦嘴啊，擦擦脸啊，哎，半身不遂了，我这没、哎、汇报身份，你怎么一点不像王子样呢？我这不是能像王子样吗？说这个意思啊，啊，就是关键看您最后说怒、哦，哦，有这一句，哎，对了，哎，你前面都铺垫，好好好，都是铺垫，啊、我是那厨师啊，哎，您解师傅，嗯嗯嗯。
解释。我王子伺候王子。好，尊敬的王八殿下，王八殿下，不是你这玩意儿，王什么？王子，王子，王子殿下。哎，天不早了，不上门，该出去奔奔去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嗯，就是、这胡同串子来了，这是。您早饭都给您预备差不多了。哎啊，有豆汁焦圈啊，有猪大肠刺身。嚯啊！待会儿您还要视察北京德云社三里屯小剧场。哎呦啊！另外报告王子一个喜讯，怎么着？王妃已经成功的加入了天上人间。我的妈呀！王子表态，我表王子表态，我还表态。嗯，哦我哦，嗯啊 ，no。王子那意思他自己去，没听说过，上那儿干嘛去？你看，就这最后这一下啊啊，看出来了，你这血统很纯正。啊，血统很纯正，有皇家的这个意思，口语很纯正，哎，很好，绝对看着皇家风范，哎 ，no， 这都没少吃皇家狗粮，这都是，哎，这好，知道吗？哎，我吃那玩意儿长起来，状态就不一样，嗯，你要到韩国就不一样了，韩国怎么样？韩国说这 no 不要，停止，不说 no， 那说那阿尼，叫啊阿尼，阿尼，哎，或者西了，哦，西了，这都是不的意思，阿尼，哎，阿尼，阿尼会说吧？阿尼可以，你现在就是一韩国的王子。韩国也有王子，哎，对对，韩国王子殿下，朴义生先生，我这一辈子合着没闲着，嗯，我是您的翻译，这还用翻译呢？我原来是伺候老皇上的，啊、哎呀，老皇上叫朴仁勇，哎，我们爷俩都一个爱好，你叫朴义生。嗯，好吧，就行啊。今天王子殿下光临北京德云社吧？怎么全上德云社来了？别处我也不认识啊。哎，对，就德云社。就是，然后你给大伙儿讲话、嗯，看看王子这个状态。我讲。哎，对对，到韩国话，我是翻译啊。就我不是不是那个意思，就感觉出那个皇家那个气氛就可以啊。这有那韩国那、哎、就可以那个意思啊。好，好，大家安静。尊敬的王子殿下，朴义生先生，别提这名字了，行吗？咱们。今天终于从首尔来到了北京天桥地区，嗯啊，请王子殿下训话。讲过了不讲过了呢？完了，哦，王子说非常开心能够来到北京，啊，他今天看了德云社的五个小剧场，其中包括天桥、三里屯、张一元，以及大石浪啊，还有湖广会馆。他认为演员表演非常的精彩，个别的年轻演员的技巧有待提高，他是这么说的。德云社是真真正正的弘扬民族文化，振兴相声艺术，在此他代表韩氏啊所有的皇室成员向大家表示感谢，也祝今天在座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阖家欢乐，万事如意。我们请殿下继续训话。我后边还说什么呀？我说那么多了吗？刚才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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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殿下说谢谢，完了，我白费劲了，可这韩国话真好学，我这语言太啰嗦了吧，我这好，那么最后啊，尊敬的韩国殿下朴义生先生，哎，要自杀啊，请大家上演，来，这跟阿尼，这句听懂了啊，哎，对。这个我看您对韩语不是特别熟悉，哎，这我这就够不错的，得亏有我这个翻译啊。您呐，嗯，其实日语也有不，日语也有这个，经常看日本爱情动作片的朋友们，哎，日语也有不要有这意思，嗯，他说什么叫ヤマデ，怎么着ヤマデ。哦，亚麻的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哦，我们学习一下吧，好吧？
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吧。现在我们的身份转换了，怎么个意思？您不是日本的什么皇太子了？哦，那我是。您是咱俩人身份，现在咱俩是一对恋人。哦，你是日本电影界的一个著名女演员。我叫你叫苍井玛利亚。我一人盯俩呀。我是一个日本的乡村小正太。什么名字这是？这人太不好找了，乡村小正太。嗯，在城乡结合部发展这么一个企业家。好家伙，夜深人静，咱们两个人来洗温泉。哦，好不好？可以。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会找合适的机会把那句不要说出来。哦，你准行。我对我自己也有信心。来吗？可以啊。好啊，来。这个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我热。你热也记着扣吧。啊、好，嗯，开始了啊。日本著名的温泉，哦，洗温泉，哎，叫德云大澡堂，也没去过别的地方。哎，嗯，夜深人静，哦，晚上咱们两个人来了。哦啊，这个新买的保时捷，嘿，好车啊，也不敢开得太快。哦啊，太快了怕生命有危险。是，哎，到这儿先把保时捷呢先放在边上。哎啊，我把右脚的保时捷也拿下来。左脚的我也摘下来，皮鞋呀是怎么？拖鞋上面画着保时捷的标，嗨，不怎么样。哎，没了。哦，花姑娘，什么味儿？这是日本话吗？哟西。哦哦，哎，很高兴。是我们两个人得洗澡得干活。啊，这倒是听明白了。嗯、啊，这个我有三个女朋友。嗯，一个普通的，一个文艺的，一个你这样子的。哎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，这个洗澡吧？啊，洗澡的干活。来脱吧。哎，那也没的，也没什么乱七八糟。我说咱别胡来，成不成？这是你准有日本血统，你才有呢。啊，我看你眼睛有那个回家的感觉。没听说过。嗯。学点皮毛啊，这还皮毛呢？学点皮毛，因为对这个我们不是特别了解，是吗？但你要说看看书啊，中国的古典名著我还是比较熟悉的。哎，咱们说点中国，是不是？嗯，咱们有四大文学名著，哦，《三国》《水浒》《红楼梦》《推游记》。哎，《推游记》叫什么？《推游记》像话吗？叫什么？《西游记》。我刚才说什么了？您说推游啊？我的天哪，我都想了些什么？哎、谁知道你都想了些什么？哎，行，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红楼梦》哎，《藏秘西游》哎，《藏秘西游》有吗？《藏秘牌友》《藏秘牌友》嗯，你说的这不是哎，这叫名著，不是我那个，哪是不是您那个，哦、就叫《西游记》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嗯，《西游记》啊，四本书都看过吧？都看过呀，《红楼梦》我没看过，是吗？那会儿看着说，嫂子老拦着我，我媳妇儿，他媳妇儿拦着，呀妈的，哎哎，别看，没听说过。我还纳闷，我怎么嫂子怎么不是？但是我一直在想、啊，这个书写男人写女人的书好不了，不好看。但是我也在写，根据我们工作单位的经历，嗯，我写了本《青楼梦》。哎，《青楼梦》，到时候咱别胡说八道，成不成？所以到现在我没看《红楼梦》，这不让你看了。但是那三本我都熟，哦，都看过《三国演义》。嗯，刘备、关羽、张飞拯救天下苍生，是乌牛伯马祭地天，一个地头磕好了。嗯，哥几个要打仗。啊，拜把子！哎，但是不是说一起来，咱们哥仨就成立个蜀国？不是，哪儿那么快？那是后来的事儿。是，刚开始一磕头站起来，哥仨也商量。嗯，刘备、关羽、张飞。嗯，咱们仨得成立个社团呐，是吧？嗯，成立一社团，叫什么呢？嗯，我叫义德，你叫玄德。嗯，他叫云长，咱们摘俩德字，摘云字。哦，咱们叫德云社。哎呀！打那时候就有德云社，今天准备纪念德云社建设好几千年。哎嚯，没听说、啊。还有个军师诸葛亮，啊、哦，诸葛亮，哎呀，神仙一般。哎，啊，虽然说是个文官，但是打仗的时候冲锋陷阵，赶在头里边，足智多谋，坐了四轮车，对，羽扇轻摇，哎，四轮车风驰电掣，唰、啊，冲到最前边，士兵们都跟着上，一战告捷，真好。军师回来也不开心，是吗？这刹车有人管没人管？哎，没修过，停不住才冲出去的是吗？太危险了！好家伙，实际上没打算这么干。嗯，三国啊，嗯，这个《水浒》大家也都熟悉，《水浒》《水浒传》啊，才子，尤其是舒胆两个人物，
男女主人公，潘金莲呐，是这个西门大官人，这是《水浒传》的俩人物啊。我看通篇都是这两个人。您看的那叫《金瓶梅》，知道吗？没，不是《水浒传》，我又看错了。可不是看错了吗？水浒我也看过，一百零八将嘛，这就对了。但是潘金莲和西门庆这段爱情故事不得不提啊，那是有一笔。没有他就没有武松，也没有后面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。是是是啊，这两个人，潘金莲跟武大郎，是大学的两个同学啊，大学两个大学生嘛，哪儿有大学生？不是一个学校，但是俩大学生。哪儿写的有俩大学生？你看这个南方是武大的，什么武大的？你看看，都喊武大。是不是喊的武大？是喊武大，武汉大学的。没听说武大，武汉大学是武大的。对了，那武大的是武大郎，那么个武大。我是这么理解的啊。潘金莲也是大学生，啊，波大的啊。没听说过，不是您按身材领大学是怎么？宁波大学的，哪儿有？没有。两个人一块过日子挺好。啊，后来西门大官人觉着更好，哦，就把这墙角给挖过来了。挖墙角了，后来才出了这么多事儿，但实际上就是中西方文化差异问题。这是怎么？如果换一个位置的话，这俩人不会万古的唾骂，是吗？你看，比如说给这俩人换个地儿，换哪儿啊？换到泰坦尼克号上，这就好了，就没事儿。怎么见得？泰坦尼克号跟这故事一样啊，是吗？对吧？那女的叫肉丝儿，对不对？肉丝儿，肉丝，男的是捷克大官人啊，捷克大官人啊。人家肉丝有本家啊，啊，什么词儿这是？有男朋友啊？这杰克就不讲究了。是老话说得好，人家这个有主的干粮不能碰。哪儿的老话啊？他愣给人呛过来了。嗯，到最后遭报应，这船沉了。哦，这船沉了是报应。你看，当然死之前杰克也很难过。哦，杰克大官人啊，嗯嗯，肉丝你跑吧，啊，你走吧，你逃到中国去，哎呦，最好嫁到四川。干嘛？嫁给一个叫余香的人。鱼香肉丝啊，这是。但是我们那儿可没有肉丝，只有胡萝卜丝。对，那就是死了，嗯，啊，你就会好的啊。嗯。但是难道说这是老天惩罚我，上帝惩罚我吗？啊，上帝啊，我是不应该敲人墙角。是。但是这一船的人受我的连累啊。哎呀，上帝也说话了。嗯。凑一船人容易吗？哎，好嘛。啊，这一船没好东西合着。啊。后来不就沉了吗？是不是？这么回事。中西方文化差异问题。啊，故事一样。啊，但是说大伙儿都喜欢看的就是《西游记》。哎，那好，《西游记》我从头到尾研究过，嗯，各式各样的人，不管是神仙还是凡人，都挺值得一说。啊，那您说说，有一个大骗子，谁呀？玉皇大帝，我头回听说啊。你看，玉皇大帝是大骗子。玉皇大帝不是玉皇大帝，他只是玉皇大帝。我，您这不是人话了，知道吗？怎么叫不是？只是，你看，人家告诉你了，我不是玉皇大帝。那他是谁？我是玉皇的大弟弟。玉皇的大弟弟，哎，玉皇俩弟弟，一大弟弟一小弟弟，你给分析一下。我分析不了您这玩意儿，怎么叫大弟弟？他是只是玉皇的弟弟，而且是大弟弟。哦，哎，所以是个骗子。哦哦，哎，他就不是孙悟空。孙悟空彻头彻尾是一个很单纯的人。孙悟空还是很单纯的人？太单纯了。哪篇章写的？说明他确实是个猴。没有人的这种，你看呀，看守蟠桃园，嗯，都是各种蟠桃，他跟这儿待着，是来七个仙女摘桃子呀，挎着篮子摘桃，是他这一喊定，嗯，这七个仙女全定住了，不动了。孙悟空竟然去摘桃去了，猴就是猴啊！要是换你呢，我得拿个篮子。哎，你看这事儿又悬，多危险是吧？哎，对，拿着篮子去，那当然了。哦，所以说他单纯啊，就猴就是猴。哎，嗯，当然还有如来佛，如来佛又怎么了？《西游记》里边手最脏的人，怎么脏？他那手上有孙悟空的尿，哦，在五指山撒。所以如来从来不跟别人握手。哦，一见面都这样，有尿。哎，这是这话，啊，是说的有尿吗？有尿。哎，哦，还有最善良的人就是观音菩萨。那倒是有求必应，没错。无论你说什么事，他都答应。怎么叫答应？有一个手势叫欧拉。哎嗨，哦，这是欧欧了，欧拉。哦，哎，那就服的东北人。嗯，沈阳那边过来的，欧拉啊。
整个这个西游记里边其实最不容易是唐僧。怎么了？本来是个神仙金蝉子嘛。对呀、啊、结果后来改了凡人了，转世投胎啊，还得西天取经。是这趟不容易啊，九九八十一难，净妖精惦着他呢。对，吃一口长生不老。哎，妖精不惦着，妖精媳妇也惦着，都惦记。你看看这有一个黄袍怪有印象吗？哎，知道。黄袍怪的媳妇是凡人啊。嗯啊，宝象国的公主嘛，是得病了非得吃唐僧肉。哎啊，妖精来逮了，没逮着。嗯，孙悟空拔根毛变了七个唐僧。哦，妖精弄回去了。哦，太太把这七个吃了，病就好了。呵，公主纳闷儿、嗯，吃一个就好，怎么七个呀？对呀、啊，七个一疗程。哎，没听说了，唐僧也疗程吃啊。另外啊，另外从那个《西游记》里边也感受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。您又怎么想的？有这么一个人叫铁扇公主，你知道吧？啊，知道。她待在什么地儿？待在什么地儿？你看火焰山。对呀、啊，火焰山哪来的？嗯，孙悟空出八卦炉的时候，八卦炉底下掉一块砖来，耐火砖。这块砖烧得通红，掉到地上成为了火焰山。对了，老百姓民不聊生，得去求这公主。嗯，铁扇公主吐出一芭蕉叶，嗯，扇几下，三年就不着火了，没火了。种菜种粮食能活命，嗯，得给钱，得给上供。是啊，你想这个砖是太上老君的八卦炉底下出来的，对，芭蕉叶这扇子是太上老君撅起来送给铁扇公主的。是他为什么这么安排？您接着分析分析。你看看，嗯，你太单纯了。我也摘桃去了、哎嗯、那砖也是太上老君给的，是对吧？啊，那扇子也是太上老君给的。对对对，他对铁扇公主实在是太好了。哦，那个牛魔王为什么常年不回家住？对吧？他在外边有丹有洞府。对呀、啊嗯，跟一狐狸精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啊，还有一个，这红孩是他们俩的孩子。嗯、对，红孩会三昧真火呀。是，可是他爸爸牛魔王不会。哎嘿嘿啊啊、哎！接着说，接着说。不能再说，再说就奔金瓶梅那儿发展。不是，那您得说清楚了。反正这个事儿值得一提。啊，有怀疑的地方。嗯、有怀疑的地方，红孩儿、嗯，红孩儿、嗯，因为铁扇公主小名叫小红，叫小红。哎，还有个外国名叫 Rose。哎，好。太上老君得道之前叫 Jack。啊，叫 Jack。哎。啊、哦。所以说，要是把铁扇公主跟太上老君搁在泰坦尼克号上，哦，我估计是伟大的爱情。哎，好，他们俩倒伟大爱情。当然了、嗯，整部书还是以取经。作为了最后的目的，这是主线。到最后取经回来，唐王李世民很开心呢、嗯嗯。啊，在法华寺高搭法台，嗯，文武群臣跟底下坐着，是李世民正当中、嗯，请唐三藏上台给大伙儿念念这经，讲经。师徒四个人站好了，是唐僧念，嗯，哎，头一天来到鬼门鬼门关。鬼门鬼门关，来到鬼门，哎，哭儿连连哎，哭喽喂，这正念着呢。啊，李世民过去，啪，给一袋儿贴子，给嘴巴。你给我说实话啊，这些年年年拿着我工资，你们上雷音寺了吗？啊，你们是不是上德云社倒腾票去了？嗨，啊啊，哦，上德云社听相声去了。赶紧赶紧喊武将，给这四个人全杀了。哦，宰了。唐僧都吓坏了。是啊，这时候猪八戒站起来说句话，大伙儿都乐了。他说什么？亚麻地，这你。